Ma chambre a la forme d'une cage. Le soleil passe son bras par la fenêtre. Les chasseurs à ma porte comme les petits soldats qui veulent me prendre. The lights, you turn natural for the road label. Mm-hmm. You go straight. On the roundabout, you turn natural right for the Monte Ryan. Monte Ryan. On the second, you turn natural right too for Chemin Duplessis. On the stop, you have the parking. Uh-huh. And after, you just walk in the resort. And the gondola is just there for gondola.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金秋十月，又到了一年一度赏枫的好季节，所以我和黄叔今天就来到了 Mont Blanc， 这是在 Montreal 赏枫最好的一个地方了。我记得去年我们俩想去赏枫的时候有点晚了，然后没有赶上，所以今年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刚才我们就在 Visitor Center 拿到了地图，然后现在要去找到坐缆车的地方。 Mont Blanc 它其实是一个小镇，在这儿除了能赏枫，它好多其他不同的项目。冬天能滑雪，夏天还可以玩雪上公园，春天还可以 hiking 呢。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getaway place。我看见缆车了，在那边好像。是直接就上去了。这一段的缆车是可以免费的，就可以乘着这一段的缆车到山脚。哦，这要加速了，我准备好了。Father Time checked so that be no doubt. Call on the north wind. 黄老师今天非常专业的带上了他的相机，要把我拍出来那种忧郁的气质，你行吗？ So proudly to shout, la di da di da di dum, tis autumn.下这一小节缆车，我们就到这个 Mont Blanc 的山底。现在我们要坐另一节的缆车，就可以上到那个山尖尖上了。是在这儿买吗？是在这儿。我们现在要来买票，这个缆车的票价是成人22块钱，再多加7块钱就可以多加一个午饭了，所以我们俩准备就买29块钱的这个了。68 68 credit card. Yea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我们去坐缆车，耶！这有点忒安静了。嗨！我就是想看看你多久才能发现我在看你。发现。全程都在这么照相，全程。哎，我照了你半天了。你现在有啥感觉？感觉3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这个缆车上，你可以听见好多不同的鸟在叫，时间都静止了。哇！妈呀！刚想抒一下情，突然吓了我一跳。饭就是在这儿吃的，那肯定是在这儿吃啊。那我们先吃饭吧。你看我敢干别的是吗？我们先吃饭，吃饱了好干活，走。哇，好香啊！不行，我已经饿疯了。这个、哦，这个吧，chicken, 有 hamburger, chicken sandwich, cheeseburger, hot dog, 来吧。ST 吧。这个。哦。好。妈妈，快看我要喝啥。
个 trail 看着其实还挺好的，是吧？我们俩就要两个 burger， 一个 cheeseburger， 一个 hamburger。太难吃了。速冻的 burger。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这 burger 太难吃了。我们现在要去走 trail 360了，这条线全长只有2点多公里，就可以俯瞰整个 Mont Tremblant。山顶的风真的是刺骨。嗯，这张好看哎。你偷拍我。走，这边有一个观景台，就在山的上面，看见那有个旗子飘着了吗？在远处的时候还没有觉得这么高，走到跟前发现它这都得有3-4层了。这整个观景台都是木头做的呢，然后为了防滑，顶上都撒了有这种小石头子儿。啊，最高了，最高了！你要照我吗？好，照漂亮点啊！Next on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漂亮啊！虽然箱子里看不出来啥吧。山顶上的风真的是太大了，就感觉风从这个耳朵眼直通到他那边。我们刚才就是从上面坐着缆车下来了。萝卜往下溜达。走吧。下面那边是吗？这是个假人，我以为是个真的人在上面站着，而且你看他的脖子多吓人，这造型师也太不走心了。我俩刚刚发现这一大片都是饭店，现在觉着那个 round trip 里包的午餐好亏啊。嗯，咬着牙吃了那么难吃的汉堡，下了山闻见了那么多好吃的，我为啥要吃那6块钱的汉堡？哎，我为啥要吃那7块钱的汉堡呢？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大爷大妈晒暖场。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我也要上来。Very, very 来。你这个躺着晒太阳。晒太阳。晒太阳。沿街下来，这路两边好多小店，有吃的呀，买衣服的呀，然后还有纪念品啊。这是一家 DIY T-shirt 的店，这是一家 DIY T-shirt 的店，然后门口坐了一只熊，相当不错呀，哥俩好。哎呦，两只大狗。我们去喝杯咖啡吧。喝杯热的吧。要两杯拉菜吧。外面特别冷，然后突然一进来，闻见这种咖啡味儿，就感觉好幸福啊。去年的秋天，你说要去看枫叶，我说不喜欢秋天，因为树叶枯黄，像极了时间的终点。今年秋天终于陪你来看了枫叶，满山数不清的颜色，像极了生命的花火。或许秋天的枫叶并不伤感，每一片叶子都在落地前变成了一抹记忆，留在了天边，留在了风里，留在了脑海里。秋天真的太可爱了。
因为秋风一起，连打喷嚏都是哎秋。